永福来了，老哥，你好啊！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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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嫂子，哎，怎么买新方料了？八成要找女婿上门吧？可不是吧？我们跟李老大家都说好了，等房子盖起来就接桂喜上门。好，好，这门亲接的好啊！啊，永福兄弟，我们两家结了亲，往后啊，咱们也算是亲戚了啊！哎，就是不结亲咱们也不远呐，对吧老哥？那是啊，咱们哥几个素你年纪小，你还记得吧？咱们那会儿还一块光腚扎闷。哎，那老汪哥吧，是他，他儿子去世了，日子过得可够紧的。哦，哎，老汪哥，哎，是永福啊，王哥，腰疼好点吗？哎，将将吧，可就苦了朱英这孩子了。爹，朱英，嗯，你手艺不错嘛。我妈编的小鸭子才好看呢。哦，我看看，是好看，手工可真细呀。哄小孩子的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？哎。你可别小看这玩意儿，这是一门很有发展的副业，村里会这门手艺的人不少，珠子又多，应该想办法把它搞起来。嗯，对。李书记，李书记，大伙儿想请你在广播里讲几句话。嗯，不啦不啦，我是来看看热闹，心里头高兴高兴，没什么话要讲啊。永福啊，既然打老远的来了，就说上几句嘛，也给大伙儿鼓鼓劲儿啊。嗯，好，听老老哥的。老嫂子，哎，再见了啊！再见，永福兄弟，你忙去吧。过两天我请你喝喜酒。妈，好嘞。瞧你兄弟长兄弟短的，人家可是公社书记。娘，书记怎么了？他是你李大叔没出五福的兄弟，咱们两家结的亲，他呀正儿八经的叫我声嫂子。哟，哎，桂喜，大妈，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哦，今天公社农机站呢开奖金评比会，没我们的事儿，我回来看看。
今儿回来的正好，晚上请你爹妈喝定亲酒。高兴吧？啊，高兴，这还用说？早就说定了的。社员同志们，社员同志们，大家注意了啊！现在由公社李书记讲话，请大家欢迎。我这次来没有什么话要讲，我呀是给大家道喜来了。不逢年不过节，道的什么喜啊？你们这儿责任制搞得好，由穷变富，这得是最大的喜事啊。现在你们富喽，别看我穿的衣裳比你们兜多，可是加在一起啊也没有你们这一个兜里头钱多呀。要是不信就翻过来看看啊，好日子开头了，快看往后的了，怎么着才能好上更好，富上更富？大伙儿呢要好好思谋思谋，心里头要有一个小九九。好，我的话完了。他爹还愣着什么？快回家吧。乔兰妈，你们先在这儿歇一会儿，让我去里头瞅一眼去。不行，赶快把牛给人对上还回去。哎，妈，就让我爹去看一眼吧，即使是现代化的玩意儿，摆了人家可就收摊了。是啊，这现代化的玩意儿都送到家门口了，不让买还不让眼睛过过瘾呢。对，大妈，你就让大白去看看去吧。呵，这还没过门呢你就向着他。好吧，那你可得快去快回。哦，一袋烟的功夫就回来。哎，爹，我也跟您去。哟，这还瞧不出来，让你也去呢，快去吧。大妈，你哎，这不用你管。哎，乔兰，你们先在这儿看着，我到那边走一走啊。哎，同志，你把那个猫头半导体拿给我看看。好。哎，猴头。哎。哎，霍邪，你可别在这穷聊啊，你爹可来了。我说，刮仔细点啊。哎呦，挣您这俩钱可真不易呀、啊。你少废话。没话。你都找挨骂吗？哎呀，不是我找挨骂呀，他又剃头又刮脸的，还外带赎金捶背，就差给他掏耳朵眼了。可他呢，总共才给1.5毛钱，亏心不亏心呢？你哎，他要鼻子不要了？爹，哎，爹，你也来了。嗯，到你哥那儿去，把那几把锄头拿回去啊。哎。哥，哎呦，这么大号的锄头啊！这比那特大号的锄印还大1寸多呢。哎，我说铁匠师傅，你的锄头打错了吧？这么大号的锄头会把人累死的。哎，小伙子，这可是你爹说的，是他出的尺码，他想一锄头刨出个金娃娃呢。少废话，拿回去，挂。有什么看呀？哎，都看看。这往后家家要都有一台这玩意儿，这种田就不发愁了吗？那是啊，那还用愁啊。我说大伯、啊、买一台用用吧。没钱呐。嗨，大伯，这您可瞒不了我，这两年你们各个超产的奖金，嗨，都快撑破腰包了。钱是有几根，可是还要盖新房啊。嗨，大伯，要是买上这铁牛啊，将来再盖新房就盖楼房啦。哎呀，爹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妈还不等急了、哦、快走吧。对对对，哦，老伴儿管着呢。不管着那么点行吗？哎，李老大家的定亲礼给送去了没有啊？啊，哦哦哦啊，他弯叔那儿你也请了？
啊啊啊啊啊的，你到底听见了没有啊？啊，我听见了，礼我送了，媒人我也请了，你呀就等着迎接亲家吧。能能能你能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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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钱买的，炒的我也要听。行行行，嘿嘿，咱们就一块儿听啊。一件衣服就洗这么半天，哎，你快去把它找过来。哎，就让它多洗一会儿吧，我看这块肥皂啊就算搭进去了。也不知道等到哪一天了。什么哪一天呢？成亲的日子呗。桂喜啊，我说桂喜啊，咱们家那水缸可都满得冒出来了，你怎么还跳起没完呢？嗨，别不好意思，当初你大哥也这样，差点把水缸给撑破了。他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老乐哥送来的定亲礼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也不给我商量商量就收下了？这门亲事不能这么办了啊。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把桂喜招过去的。嗨，当初是当初，当初吃大锅饭的时候有没有劳动力都是一色的穷啊，如今是责任制了，劳动力就是发家的本钱呐。那什么呢？桂喜一过去咱就太亏了，还是把巧兰娶过来的好。可是没什么可是了，就这么办了，我去找媒人去。他爹，他爹。老二，朱英。哎，大伯，你爹呢？在屋里呢。老弯啊。哟，老大呀，等等，我就去，就去呀。哎，你别去，别去了，我把这份礼给他退回去啊。啊，怎么怎么，你，老大，你是要退亲呐？嗨，不是退亲，是要倒个过儿。哎，什么叫倒个过儿？老婶儿，哎，上哪儿去啊？去请亲家来喝定亲酒。老乐，老大啊，哎，你来了。来来来来，我还让他妈去接你去了。来坐坐坐。这老乐，你这份礼呀，我不能收。这怎么行啊，咱们哥俩再好，这个理儿还是得有的呀。哎，我实在是不能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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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得收下。说什么也不能收。你看这不能摘呀，实在是不能说。我跟你说，不能说，一定得收下，收下。那好，哎，我就把话直说了吧。桂喜啊还要帮我发家呢，我不能让他离开我家的门啊，就这么着了。哎，你这意思是让巧兰呢嫁到我家来吧。哎，这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们全家都不能亏待了他。这啊，就这么着，就这么着。哎，这就这么着来，就这么着，就。哎，站住！你大妈都告诉我了。好啊，李老大。别怪我说你，你好歹是一把胡子的人了，你怎么学娃娃脸一天三遍啊？我你说呀。啊，上面政策变了，就不允许我老大爷变一变啊。你把巧兰接走，我家的地还重不重了？你把桂喜招来，我还发不发家了？你
我的女儿不能给你当劳动力。我的小子，我的小子不能给你当长工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小子就是不能给你当长工。不能到你家去，你不能想。我告诉你，你哎呀，亲家，亲家，哼。行了，别那么垂头丧气的了。你爹和你妈也不是诚心拆散你们，如今要发家致富嘛，缺了劳力也是不行的。劳力劳力，这么争来争去，我们的头发都等白了。桂姐啊，来来来，哎，我问你，这一台小铁牛能顶几个人手啊？哦，大伯，你别看它个头小，咱们两家的劳动力啊，全都算上也顶不上它一个。嗨，这不得了吗？啊，我看咱们两家要攀亲啊，还非得给现代化攀亲不可。怎么？您是说咱们两家合着买一台手扶拖拉机？我也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婚事，我算看透了，庄户人家要享富啊，光靠手抛肩挑是不行的。对，好极了。哎，巧兰，你说呢？爹，这台手扶拖拉机可得一两千块钱呢。要攀亲嘛，还能不花几个彩礼？哼，这事儿啊，你能当得了我妈的家？你呀，别琢磨那盖新房的钱。有了小铁牛，这新房就变成楼房了。嗯，人家说得好，哎，你看啊，嗯，找什么呢？人家发的说明书呢？什么说明书啊？这个？啊？哎呦，你看你怎么把它搅成鞋样子了？你看这那一半了，给，都在这儿呢，找吧。出院是大了一点，可要发家嘛，不在出爸那儿下点力气还行啊。力气是该下，我是说啊，光靠捏出爸子闹发家，那是荞麦面蒸馒头，发头不大。依你说呢？乐大伯的意思是啊，让咱们两家合着买一台小铁牛。什么？那可是个三头六臂的好劳力呀、啊。有了他，咱们两家就、哎、别说了。我们家里有和尚，用不着花钱请道士。那你也不能让我一辈子当和尚。混账！为了要娶媳妇，连家都不要了，像个掌户人吧？败家子儿。站住！上哪儿去？到农机站上班。农机站的零售工咱不出了，我给队里说好了。什么？干活干活！桂喜，桂喜，能留下也好。多少呢？能帮我跟你大哥一把。我们俩人，实在是。
这号锄头谁见过呀？小兰，哎，你妈呢？上我姨妈家了，说请他们帮着买点砖瓦。哦，噔噔噔噔，爹。哎哎哎哎哎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爹，存折搁这儿干嘛？那是你妈藏的，怕我用。哦。爹。啊？你是不是想动了那笔盖房的钱去买铁牛？我也不愿意住新房，愿意开铁牛。哎，不能不能不能，你也老大不小的啦，我还能耽误你的婚事啊？再说你李大叔不跟我合买，光这点钱也不够啊。嗨，家里拴着马，干嘛还借驴骑？啊，你来，来来来，你看啊，啊，再把这木料卖了，买台小铁牛足够了吧？爹，我知道你是想走走现代化的路，你走吧，我跟着你。哎，我就是怕你妈她。嗨，我妈她又不是老虎，还能把你吃了啊？好，这回啊，我就当一次老虎。哎，可你妈会不会又成了武松了？老乐，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等。怎么，这房料你真的要卖啊？卖了它换铁牛，你真舍得呀？这有什么舍不得？这就叫本大利也大嘛。你家还有多少啊？够盖三间瓦房的了。那好，我全都要了。你，哎，你不盖新房我盖嘛。走，跟我走吧。康老婶儿，哎，恭喜呀！啊，这是大家当了。什么呀？哎呦，您还不知道啊，康乐大伯把木料都卖了，买拖拉机去了。啊，上梁了，还不去掰脚趟？快去快去！哎哎哎！小孩上泥喽！哦，来喽！家里喝点水吧啊！不用了不用了啊！我说老大哥，准备膝盖上梁了，得抓紧点，云大哥上来了啊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泥虎，哎，上梁的时候把这挂鞭给我放了啊，哎，要连着放啊！是，保证像给您剃头一样，一根不剩。你个泥虎，少耍贫嘴！您就等着听响儿吧。哎，我说老弟啊，哎，你再帮个忙啊！上梁的时候，你把这个“发”字给我贴到梁上。好，好嘞。喂，哎，哇，发子上梁了，
哎，我说老大哥，哎，这回大发了，发上房顶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来呀，一起开船拉进回来了。哎，瞧乐的吧，乐的那样，哎，没错，是乐的呗。走走走，哇，真买回来了啊！下了下了，走走走，船子走走走，回来看看，走走走走，大家都别走，别走别走，哎呀，天都快下雨了，别走别走，哎，别走，哎，我说老大哥，看看就来，你也看看去，嗨。大黑，你看清楚了？没错，哎呀，快走！站住！干什么去？我问，我去，回去！干什么呀？凑热闹！他爹，你看这天，哎呀，真上来了！嗨。哎，我说老乐哥啊，恭喜了！那是啊，咱们庄户人家也该抖一抖了。哎、我说老乐哥，这发家致富，您算第一名了，哈哈，这张发字啊，可该给您贴上喽。我给大伯喊加油，这把鞭炮一个也不留，替他个大光头。这是我的炮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真他娘的迷糊啊你！怎么把这给我贴上了啊？这什么铁球啊？这是他娘的狗头！哎哎哎哎，你别叫嘛！你给谁生这么大的气呀、啊？我就是给你。我说老乐啊，老乐。你这是诚心给我搅和是不是？我啊，哎哎哎，我说李大哥，您别生气，现在就帮您干活去啊！走走走，干活去了，走，上梁去喽！干活去。哎，李大伯，您那几个炮啊，全让我给崩光了。你还有脸说你？别急，您别急，您不就是想听响儿吗？待会儿啊，我借面锣给您敲敲，您看好不好？啊，你当我们家耍猴呢啊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不像话！你给我回去，走回去！我不，你给我下来吧！你不吗？你走走，给我走，走走。哎，去，走走走走。巧了，你给我滚回去！爹，要下大雨了，你让我帮乐大伯的铁牛开回去吧。你给我走吧你！他败了我的性，我要好好让他冲冲凉，看他臭美不？哎呦！哎呦，真吓大了，快走啊！这怎么办呢？这啊，这，哎呀，这不得淋坏了吗？这，你给我进去，你给我进去了啊！哎，叔叔加我，叔叔加我。你老实给我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啊！老大，下雨了。哎，来了，你给我老实待着啊！哎呀，爹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这是过云雨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大家别走，别走啊！来。一会儿上完粮到屋喝酒去啊！哎，别走别走，一会儿到屋喝酒。您给我留着，晚上我来喝。哎、这是过云雨，一会儿过去了。哎，啊！哎，我说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们几个够了。啊，没事儿，小多了。可是阵雨，长不了。慢点，慢点，使劲，走，王总。往右，往右，往右，走，使劲儿，哎，使劲儿，啊，好，使劲儿，哎呀，到家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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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就在这儿吧，哎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大伙儿啊，哎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咦，瞧你们这相。我问你，我的钱呢？木料呢？乔兰妈，这是妈，是我同意我爹买铁牛的。去，没你的事儿。你说，你说呀。只是没经过你点头，是我的不对。可是你少说废话，去，把拖拉机给我退回去，把钱给我找回来。要不你不想回家？这走，死丫头，跟我回去。不，你不让我爹回屋，我也不回去。好啊，你们。好了，随你的便吧，妈。妈
把门给插上了。大伯啊，大伯，哎，你看这事都怨我爹，我这还是偷着跑出来的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快、啊、快来给咱们看看。你看看这铁牛淋出毛病来了没有？嗨，大伯，这玩意儿好就好在啊，风里雨里泥里水里都能走，没关系。大伯，您看啊，哎。好了，慧喜，天不下了，教我开铁牛去。好，上车吧。哎，拿着，刚回来，歇会儿吧。我不。小兰妈，别生我的气了，看气出个好歹来。小兰妈，你该说就说，该骂就骂，我都听你的，别闷在心里头啊。小兰妈，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就当了这一次家，你就让我这一回吧，啊？嗯，干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哦。讲堂啊，好肥的糖泥呀！我说老大，别跟我赌气了，就让铁牛给你跑两趟吧，啊？哼，不稀罕，我这一辈子没用过铁牛啊，照样种庄稼。哎，如今可不一样了，这没铁牛的可就比不过那有铁牛的了，这话你信不信？我就不信。那好，咱们就走着瞧吧。不过我这铁牛要放开肚皮啊，这一趟泥啊可就不够他吃的喽。哼，喝点水吧。不喝。走。嘿嘿，还真有个音乐劲儿啊。爹，咱们也快干吧。怎么，你真的想把这一趟泥都蹬了？谁让他们进去不是吃罚酒的？那好，咱们今儿就罚他两杯。哎。
去吧你。走。会儿吧，祝你新病，快走吧，走走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看见我嫂子跟不上了？啊？嗯，他怎么了？他，你媳妇怎么了？他病了？他又有了？啊？哎呀，你这个闷葫芦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快快，接你嫂子一把去。好。哎呀，爹，他想打胎。什么？生多了，户口不好上。胡扯！只要能生个孙子，我把户口让给他，我上吊去。爹，就让乐德白的铁牛帮咱们跑两趟吧，花不了几个油钱呢。少说废话。哎，清秀啊。下趟别挑了啊！哎，帮助装装车就行了啊！成啊，爹，嗯，不用铁牛也行啊，就是肚子饿得慌，腿直打软。嗯，那好，用完这趟啊，就吃饭。我说老乐呀，你好自在呀！啊，嗨，我这是托现代化的福啊！你看，守着狗，还包着猫，活儿没少干，戏也听了。这汤泥也被你拉去了一大半呢，你算是肥了。那可不，我就全当着这铁牛的好胃口啊！胃口倒是不错呀，当心他吃多了闹肚子啊！我说老大。咱俩别斗嘴了，说真的，你可不能不相信科学啊！科学是能发家的。科学？你这科学不就是多拉了几趟臭泥巴吗？看你那三间大瓦房呢啊，盖不起来了吧？大板大板的票子都让你这猫啊狗啊的叼跑了。乐大伯啊，在我们这吃点吧。不了不了，我们回家里都消消停停吃了。爹，怎么、啊、不干了？咱的铁牛才吃了半饱。算了算了，就让铁牛勒着点肚子，留下点给人家吃吧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再叫我开一回。怎么还学啊？啊，来，你给咱发动。行。哎呦，停停停，快在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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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左边，停停停，停停，左边，哎呦，快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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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快走开，快，哎，右边，快走开，快，哎，右边，快，左边，你往哪儿开你？你往哪儿开你？李大叔，我爹初学炸裂，让您受惊啦。你可真行啊，背着我去学开拖拉机。以为我不知道，人家都告诉我了。
让你知道了，不是又怕你生气吗？生什么气？买了就开呗。瞧你吓的那样，就像我对你多厉害似的。我是那样人吗？你不是那样人，你一点也不厉害。喝吧。乔兰娃，咱们有了铁牛，这劳力就不发愁了。我看把巧兰还是嫁到李家去吧。啊，什么？啊，咱们都在一个村儿里嘛。哼，别给你鼻子就上脸。哎，你别着急嘛，又话慢慢说嘛。我也是为了成全俩孩子啊。我也是为了成全两个孩子，可是你别看他们家那个厨那个个儿，咱们家姑娘嫁过去不得累死？那要让咱们家姑娘嫁过去也成，那拖拉机他们也得用，他们也得入一国，大家都走走现代化嘛。哎呀呀呀，你这可是一大进步啊。哦，就是你进步。来来来，我可得敬你一杯了。来来，你喝。哎呦，巧兰，你看什么了？我呀，我是看老虎打武松呢。什么？真的？哎呦，我真想给乐大妈磕个响头。哎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妈还有条件呢。啊？条件？什么条件？这铁牛你就要得搭一股。啊？什么搭一股？哎，你爹能同意吗？哎呦，这太难了，我爹听了以后啊，脑袋非摇得和拨浪鼓一样。他肯把闺女送上门来啊，我没二话。他要是叫我出钱买口头啊，没门。您呐，先别摇头，听我跟您说嘛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他是买狗头赔光了家底儿，让我给他填补亏空。我呀，不上那个当。你再想一想、我想过了，我这田也想请乐大伯的铁牛帮我犁，又快又好又便宜，就不麻烦您了。老弯儿，哎，老弯儿啊，你这片草子花长得不错呀、啊可不，这片草子能顶百十斤化肥呢。都开了三盘花了，该开犁了，迟了就该藕渣了啊。是啊，老乐哥答应用铁牛帮我犁，一会儿就来。多大工程呢、还没说呢，老乐哥说我家日子紧，等秋后封了产再说。哎，您笑什么？哼，眼下他是不好说呀，说了怕你不敢用他。那你是说工价低不了？那还用说呀，俗话说本大利大，且不说他那狗头喝多少油吧，光本钱啊就千打千块的，那钱从哪儿来啊？还不得从你们手里找回来呀、您别说了，我跟用铁牛的那几家打听过了，工价合理，没多要。他来了。
老乐哥啊，麻烦你了，哎，先喝口茶吧。不了不了，还有两家等着我嘞。啊，那我就先把肥撒上，别误了事儿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老大，我忙去了。哎，老乐啊，你真行啊，好几家的工都让你给包下了啊。没法子，都想用我这铁牛帮工，把他都忙坏了。那你就忙去吧，要发财了嘛。嘿嘿，你算说对了，你也搭上一股，咱们一块发吧。别高兴得太早了，等着瞧吧。啊，哟，怎么样了？你的狗头拉了稀了吧？哎呀，坏了，漏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得桂喜来帮着修理一下子。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桂喜啊，桂喜，桂喜，快上去干什么？快上来，快去你大表姑家，有事儿找你。哎，快去，啊，快去。好，爹，你让我去大表姑家干嘛呀？哎，去了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快走吧。哦，桂喜啊，别忘了给你大表姑带个好。哎哎，还有你大表姑父、哎、大表姐、哎、二表弟。哎，你少啰嗦吧，快走吧你。哎哎，去了以后多住几天啊。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等着瞧吧你。老大，老大，桂喜呢？出远门了，十天半月回不来。啊，哎呀，那老大呀，我那几亩田呐，还得你帮我犁犁呀。你呀，还是等着用老乐的狗头吧啊！驾驾，等不及了，再等就误了节气了。行啊，你这记得篱笆功夫我包了，工钱嘛。一道功夫涨三块。三块？怎么涨这么多呀？涨得不多，你要是觉着不合适啊，那就算了吧啊。这样，哎，这样，老大，哎呦，老大，工钱依着你，可我眼下手头紧，我凑不出那么多钱来呀。那好说，钱不够啊，把你那几只羊大山凑个数。要不啊，那你就等着用老乐的狗头吧啊。再加把劲儿，快到家了。哎呀，哦，老大呀、啊、哎，呵呵呵，哈哈，这可真叫拖拉机呀、啊！啊，连拖带拉呀！哈哈，小鸭，妈，你饿了吧？回家吃饭去。我不，我的小羊还饿着呢。妈替你喂啊。哎。爹，哎，我去请李大伯来吃饭，顺便把这几只羊给他送去。啊、哦，哎，竹英啊，嗯，竹英啊，丫丫为这几只羊可没少受苦啊。她要知道羊没了，孩子非哭坏了不可。爹，小孩子家让他哭两声吧，您身子骨不好，不要老为种田的事儿操心。大妈，大伯，竹英，这么晚还去放羊？不，给李大伯他们家送去。什么？李大伯？妈！哎，妈！哎。
吧，没事吧。小丫，乖孩子，小丫听妈的话啊，咱们得请李爷爷帮助咱们家犁田呢，咱们这羊拿去顶工钱，知道吗？懂吗？乖孩子，别哭啊。吃吧，你吃吧，以后我就不能再喂你们了。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快吃啊，吃吧。朱英嫂，李大叔要了多大的工钱，怎么把羊也搭进去了？搭进去了，还不够呢。他又涨价了，工钱本来就够高的了，怎么还涨钱呢？就是，这不对呀！我有什么不对的啊？对不对？咱们摆摆这个理儿啊，摆就摆，这有什么含糊的？这桌子上摆的都是我的理儿，那你就说说吧。这酒得两块来钱吧？是啊，这肉也得一块多吧？啊，那是啊。还有，这烟也得五六毛钱吧？那当然了。还是啊，我的工价涨了一点儿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？你涨的可不是一点儿啊，你这是漫天要价。我怎么漫天要价了？我问你。咱们村哪儿有过这么高的工钱啊？弯人的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能把他们几只羊都打进去？这像话吗？你管得着吗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吧？哼！哎，老大，您别走啊！我不干了。你另外找人吧。哎，老大，别走，有话好说。乐爷爷啊，李爷爷，他喝醉了吧？差不多。哦，桂喜呀！哎，杨大伯，算把你等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这铁牛毛病大吗？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啊，螺丝有点松，油罐有点堵。往后啊，您用熟练了就知道了。哦，今儿和你爹谈崩了，就等着你回来，赶快把铁牛修好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修好。我爹那样对待弯大叔，我也不同意。你妈呢？在屋里洗他那身底气凉呢。怎么样？把衣服蹭脏了？一件新底气凉，穿上没三天就蹭了一身臭油，半块肥皂都没洗净。你闻闻这股子味儿。你趁早把他给我卖了，我啊跟他着不了这个急，也受不了这个累。哎，你可不能怪铁牛，这是我们用的不得法。我也没说铁牛不好，我是说他一漏油，缝没法缝，补没法补，跟他干着急，我看趁早卖了算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不要说这个卖字，你一说卖呀，我这心里头就乱了。我一说卖就要你的命了，我就不信，我偏说卖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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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。好了，桂喜，你怎么也吃上了？放下。我饿了吗？嗨，今天给你玩收家犁田，他给咱们准备饭了，到他那儿吃去。爹，你给人要那么大工钱，哦，还得吃人家的，能忍得下去吗？什么？哎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盖新房、办喜事、添村子、过满月，哪样不得花钱？不想法抓几个行吗？哎，大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弯叔家的田犁完了。啊？犁完了？啊。你说什么胡话呀？我们大家都还没动窝，你一个人就犁完了？嘿，你倒成了神了。真的，真的犁完了。胡扯！你一个人怎么犁的？不是我犁的。什么？那谁犁的？我，
我哪知道谁离的呀？哦，我还纳闷呢，倒是谁离的呀？真的离过了，准是老乐捣的鬼。老乐，你干的好事啊！我怎么了？别装像，我问你，万人尘是不是你离的？哦，没错。好啊，你老乐，你这筷子都搬到我的碗里来了啊！哎，发财嘛，还管什么你呀我呀的？我看你是认钱不认人，可不是吧？要是认人的话，怎么能把几只羊都赚到手啊？啊，你看你眼红了是不是？那你也去赚去啊你。我啊，我还没学会呢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老大，你的鞋。别扔嘛，这儿还有一只嘞！啊，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哎哎，我的鞋子，我抓住它，我抓住它，我抓住！不不不，给我接住，给我接住我的鞋子，我鞋子给我接住！老乐哥，您回来了。哦，老歪啊。老乐哥，这点工钱您先收下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钱我不能收。哎，这这羊啊，你也牵回去。哎，老乐哥，可不能这样。不要说了。哎，这羊是孩子的小手喂大的。哎，老乐哥，我要把它赚到手，我还有什么脸让孩子叫我爷爷？老乐哥。可不能这样，拿上，就这样了。哎，乐哥啊，乐哥，您的日子也不富裕，我不能这么拖累您呢。这算什么拖累呀？永富不是说过吗？朱英的手艺要顶大事了，说不定将来我还要求求你呢。那好说，那好说，可这个您得……哎，老万，你再要这样，我可就生气了啊！哎，你再不拿走，以后就再也别进乐哥的门。消息呀、啊！我把你编的灭气样子往县农副产品公司那桌子上一放，人家这一个劲儿的夸好啊！是吗？还要跟咱订合同呢。哎、爹，是真的？那还能成了假的、啊？眼下政府正号召咱们多种经营，你们这一套手艺啊，就成了咱们发家的本钱了。朱英啊，就这样吧，人家是有多少要多少啊。哎，像这样的咱们还是没拿去了，要是拿去啊，还说不定怎么夸奖呢。就是朱莹啊，我跟你乐大伯商量好了，用铁牛耕田，你带上几个徒弟，咱们两家合伙开个灭气铺，这就叫一手抓上两条鱼，咱们共同勤劳致富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，只是不知道乐大妈她同意不啊？嗨，朱云嫂准是怕我妈不同意，您别担心，
如今啊，我妈让贤了，我爹啊当上一把手了。大黑，快到家了，还不进走几步，快点。怎么？哎，心口又疼了？啊，你先回家吧，叫你娘给你做碗热汤面吃啊。哎，李大伯，您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哦，出去帮了几天工，挣几个辛苦钱呗。你们二位啊，到你们村也去作坊看了看，取取经，要是行啊，我们也拜一个。灭气作坊？哎呦，您还不知道啊，万人和老乐的灭气作坊开张好几天了，您快看看去吧。哦。怎么了？李爷爷又来了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狼来了呢。哦，老大，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你来看，我们这灭气铺啊是刚刚成立两三天，这可真是啊，本小力大，很有个干劲。一看。你看看，老大，您要不嫌弃，搭一股也行啊。铺子小点儿，可生意还不错。县里都跟咱订合同了，你看看，这些啊，都是县里订的货呀。怎么样啊？不错吧？哦，就这个？哎，屋里坐。屋里还有呢。我还以为你们开了什么大字号呢。这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玩嘛，哼，瞎折腾。哎，你们俩来一下。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什么事啊？您说吧。那好。我就把话直说了吧，咱们两家的亲事啊，就算了吧。啊！哎呀，老大，这事儿你可不能这么办呢，是招是价都好商量嘛。老大，我拉下老脸求求你，为了俩孩子，成全了他们吧。别说了，说也没用了，我已经给桂喜说了个媳妇儿，明天就来相亲了。哎，你，老大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什么？各家过日子有各家的打算呗。嘿，爹给桂喜相的那闺女是哪村的？就是我大表姑那村，我见了。啊、哦，她长得什么样？傻的黑粗的，比我还高半头呢。啊，哎、人家还答应陪送一条牛，带崽儿的呢。这哪是给桂喜相媳妇儿啊，这纯粹是给咱家找牛呢。这事儿桂喜能干吗？我才不干呢！站住！这么亲热，我就是不香。别说陪送一条带崽的牛，就是陪送一条拉筋豆的牛，我也不干。不香也香，明天人家闺女就来了。来不来吧，他来我走。你走了，人家香谁去？谁让他来的，就让他香谁啊？香我呀，混账！爹，你给我开门呐！乐大伯，哎呀，事情都闹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这么自在？乐大伯，我爹把桂喜给锁起来了，又是杀鸡又是剁肉的，准备要相我大表姑村的那闺女呢。这你得去一趟啊！嘿嘿，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，我算是看透了，他呀。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哎，那你就赶快想个主意，让他撞撞南墙，好成全两个孩子。主意是已经拿定了，我看呐、啊，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。青秀啊，嗯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把这封信交给桂喜。哎，哎哎哎，你可一定交到桂喜手里头，可不能让你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放心吧。嘿嘿。你
你快说说，你到底是想的什么法儿啊？我想的不是法儿，我想的是法，婚姻法。法？桂喜，桂喜，桂喜！哎，这是乐大伯给你的信，快看看吧。哦。哎，对，说什么了？好，事到如今呐，也只好这样办了。怎么？嫂子，乐大伯说了，让我明天和巧兰偷着去办结婚登记，来个先发制人。哎，嫂子，你得给我想个办法，爹让爹把我放出去啊。哎，这样吧，先来个假投降。假投降？贤兄啊，别慌啊，沉住气。谁来的信呢？爹啊，是那闺女来的。哦，真的？哦，您别看人长得那傻的黑粗的，哎，那字儿啊写的还挺好看呢。是啊，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说服了。他呀同意了。真的？同意呀，同意。爹，事到如今呢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对，信上怎么说的？你给爹念念啊。甭念了吧。怎么不念了？念。嫂子，我念。我念，桂喜，我亲爱的，怎么不念了？念，我念。明天我就要到你们家去相亲了，为了让你爹同意，我先写封信来表表我这颗火热的心。我身强力壮，能劳动，像你哥那号的，我一个能顶他俩。听听，这么能干的闺女到哪儿去找去？哼！陪送那头牛是个小意思，等过了门，背着我爹妈，把我们家的家底儿全都给你掏出来。我的喜哥，你说好吗？笑什么？这话也不为过。进了哪家门就是哪家人嘛，哼，念念念。爹，这下面就甭念了吧。念。我想等有那么一天，你爹归了西，升了天，这两份家产就全成咱俩的了。得得得，别念了，老子还没死就算计上老子了。哼，真是的，看着闺女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真是。哼，爹，您可别生气啊。等过了门就由不得他了。爹，啊，明天人家闺女让我去给你登记，你说我去吗？啊，去去去去，一定要去啊。那你锁着我，我怎么能出去啊？啊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开门去。哎，哼。吹了好不好？我高兴嘛。我家乡亲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你这话可说远了，这场热闹没有我还行？怎么，你想搅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说吧，我家桂喜到公社登记去了，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这么说，
他们要是一登记，那就拦也拦不住了吧？那当然喽，谁拦呢？谁犯法？嘿嘿，我就等着你这句话了。得了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想开一点吧，另给乔兰找个女婿吧。我劝你也想开一点吧，这儿女的亲事啊，还是让人家自己做主的好。我的儿子就是自己做的主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好好，咱们就等着瞧。孩子，累了吧？不累不累，您先拿着。嚯！再见再见。啊？下来。慢点啊。哎哎，这，哎，给我。哎，你是谁呀？我不是谁呀，我是搭车的。再见。谢谢您啊，老大爷。啊，哦，再见，再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您看，我们已经领结婚证了。啊？爹，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？事到如今呐，也只好这样办了。您呐，就赶快让开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呀！你不许下来！下来，下来！放松，放松。要不你别回家来了，蹲下来吧你！这臭小子，你反天了你！老大，你不是说过了吧？谁拦谁犯法呀！我看咱们老哥俩这杯喜酒就算喝定了，走，咱们回去干一杯！去你的吧！我没你这亲家，我没他的儿子，反了！他爹，跪喜呢！跑了，跑到老乐家去了，都领了证了。要是那家的闺女来了，可怎么办呢？退。退。那咱可得给人家赔礼钱。赔。大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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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你们家大黑在砖厂背砖的时候累趴下了，送医院了。啊？清秀，嗯，你还是把那双插秧靴给我找出来吧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你不要命了你！爹发话了，全家人都得去啊。那不行，我找他说说去。给。哎，别去了，你别去。哎呀，别去了，你怕什么呢？哎呀，哎呀。爹，啊，人大夫说了，大黑还得再歇两天才成。你可得夏天去啊，不能老守着他。我，妈，嗯，他怎么了？他下不了田，沾不得粮。为什么？他打胎了。啊！反了天了他！大黑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好啊！你们是想断我的后，败我的家呀？啊！您别说了，您把我们都当成什么了？啊！你为了发家，你把我们当成那拉套的牛、下蛋的鸡、烧火的草、盖房的泥呀！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？我求求你，让我们分家另过吧。分家？敢？那好，我们先回娘家去住。您什么时候答应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。大黑，咱们走。
给我站住！看我不打折你们的腿！青秀，这你不走，我们走。青秀，青秀，看你把媳妇儿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！我，哎呦，你这个废物蛋，还不赶快给我追回来！我，快去呀！我也走，啊！先回家歇歇，喝口水吧。这几块田都插不上，等喝西北风吧。我知道你心里着急，可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这回啊，我替你当了回家。你看，我跟桂喜说了，让老乐哥帮咱们把秧插上。桂喜来了。不求他们，我没这份亲戚。哎呀，就别再闹你的性子了。先把秧插上要紧。哼，给他脸了。妈，哎，妈，哦，乐大妹满口答应，他说了，只要工钱说定啊，马上给他插秧。工钱啊？多大工钱？他说这是条子。你念念。哎，叫声老大，别着急。给你插秧没问题，说到工钱不客气，一分田要你三块一。啊，三块一？爹啊，乐大妹回来了。真的啊？等等啊。哎，乐大妹回来了，看着你呢。乐大妹回来了。哎，老乐哥。乐大妹。老乐哥啊，逢彩高原来了吗？来了。这不，哎呦，睡着了。哎呦呵，睡得还真香。哎呀，哎，财神爷醒醒吧啊！到了。哎，我说财神爷，您睡过头了啊？财神爷，老冯同志，你别奇怪，我们这庄户人家能搞起多种经营来，多亏你这采购员帮我们打开销路啊。哪里我们请你来就等于请财神爷来了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既然大家奉我财神爷，就让大家看看我的财神爷有没有灵性啊。老乐同志啊，给你，这是给灭鸡铺的第一笔工钱。这周莹，你看这不认识吧？这叫支票，往银行一摆，大把十块钱票子就到手了。哟呵，我说财神爷，没想到您还真有股子灵气儿啊。好啊，往后咱们就来个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让老冯同志啊给咱们多送几张支票来吧。啊，行行行啊，等多种经营搞起来以后，下次我来我换个大个的皮包。好啊，就这么办。走走走，咱们到屋里坐。来，过来啊。嗯。哎，这给你。都办好了。啊。乐乐妈，乐乐妈。哎，财神爷来了。又来了。欢迎您。来，你都坐，你都坐。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这是我的老伴儿。你好。嚯。可了不得，品种繁多，都请您尝尝。太丰富了吧？哎，你不要怕，这不是酒席。快请里边坐吧。请请请。我们没花什么钱，这都是我们村的土
产、野味，样样拿着点，让你品尝品尝。哎，就是让你给大伙儿参谋参谋，看看这些玩意儿够不够收购的标准、啊。请您尝我们山里的蘑菇。啊，您尝尝这竹笋。哎，大姐，快来！来了来了，看这木耳也是我们村的特产。您看看，个儿不小啊。财二爷，他来了。财二爷，您尝尝这个。鹌鹑蛋，自个儿养的、我们这儿出鹌鹑、您要多少就有多少。老方同志，你尝尝，这是我们村的山鸡。您尝尝这蛇肉，尝尝这鸡汤，改汤啊！这么多菜，每样尝一口，我肚子就放爆了。好啊，你在这儿啊？哦，老大来了，来坐下坐下，来，你少来这一套。这是你要的工价，怎么这工价不合适？合适个屁！你们瞧瞧，这一分田涨三块一，这十几亩田该涨多少钱呢？啊！你们说说，敲竹杠有这么敲的吗？啊！老大，别着急嘛，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好好说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我问你，这工价你减不减？你要这么说嘛，那我一分钱也不能减，就这个价。那我要到公社告你去呀、啊！啊，好啊，那你就去告吧，我正等着你去告了，去吧。哦，你以为我不敢呐？你等着吧你，你等着瞧吧你。老大，老大，哎呀，他真的去告你去了。他往哪儿告啊？不就是永福吗？可永福这两天正想找他好好谈的呢。咱们这一毒共毒的办法啊，还只能给他治治标，就是还是让永福给他治治本吧。哎，我说老大哥，这么忙不叨叨你上哪儿去告状？哦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搭个脚啊。哎，行啊。上哪儿啊？去公社。公社干嘛去？告状。还有什么？这还不够啊，你快吃吧，吃了跟你大哥走一趟，好好整整他人老乐。我先问问你，老乐哥给我摆出理来，我可怎么说呀？他还有理呀、啊、有人家的理呀、啊、都在这桌子上摆着呢。你看这酒得两块来钱吧，这肉也得一块多吧，还有这烟也得好几毛吧。哦，好他个任老乐，他都先把我告下了。这不是人家告你，村里对你反应挺大的，好多事儿我都知道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大黑那么老实的孩子跟你闹着要分家，贵喜一定要离开家门。老大哥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咱们不能拿着孩子当牛使，更不能踩着别人闹发家呀。算了。哎，你怎么走啊？我不走干什么？你净挑我的毛病，哼！你别忘了，咱俩还是没出五福的兄弟呢。老大，老大，哎，怎么还没睡着啊，大哥？大哥，你难得在我这儿住一晚上，按说我不该这么没完没了的责怪你。可你想，咱们是80年代的庄户人，不能走老道旧道，更不能走歪门邪道啊！啊！我这也不对，那也不行，你把道全都给我堵死了，我的家呀，没法发了。怎么没法发？哼，你呀。俗话说生财有道嘛，如今打的政策摆在这儿，发家的门道有的是，不过要讲道德
有正道。就拿老王哥和老鄂哥来说吧，别提他了。好，好，我不说了，话留着明天回去，你们老哥仨自己说吧。开船喽！我的事情这么就算完了？完不了，老乐哥在家等着你呢。让他等着吧，我盯着，看他把我怎么着。哎，我说老大，官司打赢了吧？哎，再坐我车回去啊？不坐了。哟，他爹，你可回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？告状，告状，到他娘的把自己告下来了！你还笑了你？我怎么能不笑啊？你快来看看吧！你看。老乐哥把桂喜和巧兰都给送回来了，今天晚上就成亲。你快来，还有呢，快来看看吧。大黑和秦秀他们都回来了，也是老乐哥给接回来的。那人呢？跟老乐哥一块儿在地里给咱们家插秧呢。你看，该接的给接回来了，该送的给送回来了，老乐哥都替你办了，你呀也该动动心了。爹，他爹，我说句话，你可别生气。人家老乐哥对待你，就像亲兄弟似的。可你呢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对得起人老乐哥的一片好心吗？好闺女，你爹呢？在那儿呢。妈，老乐哥，老乐哥，老乐，老万，我真对不起你们。什么话都不要说了，家里的酒都摆好了，待会儿咱们老哥仨回去一碰杯。什么不痛快的事儿都没了。好，干杯！爹妈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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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两件事，大家得依着我。依了我，咱们再喝。你还有什么要求啊？我看还是让老大说说吧，啊。那我就说了，一，
灭气铺我得搭一股。哦，哎呀，好啊，那好啊。李大伯，我们欢迎您。辈儿，贵喜还是到你家里去啊？这可不能啊！不，这哎不，这怎哎这一定定了的事了，这怎么哎这？贵喜还是要到你家，不能这样，不，贵喜还是到你家，那不能，我不能行，我们已经说了，商量不能这样，那怎么让贵喜到你家去？巧了，还是到你家去？贵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两位都别争了，还是老乐哥的那句话，孩子们的事儿啊，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去吧。啊，好好，来来来，干杯，大家干杯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，干，干。